千万不要再这样洗手了，不仅不方便，水花还会喷溅的台面上到处都是。只需要将龙头上面的旧水嘴拧下来，再拿出机械臂，像平时喝水拧瓶盖一样拧上去就可以了。它可以360度任意旋转，全方位随意悬停，甚至还可以上翻出水，刷牙时直接漱口，洗脸时活水冲脸，或者用它方便的洗头。最让我意外的是，它还可以切换成花洒模式冲洗台盆卫生，不留死角，值得推荐。